他用那个长者有很多的时间啊，我一直强调，一天他可能有十个小时，你这个十个小时要安排他，这个用餐哦就要用掉他五六个小时，你要尽量让他用到五六个小时，不然你有五六个小时你要不知道怎么办，那其他的当然就你餐厅里面要很多很亮的啦，能让他可以发呆啊看外面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然后这个吃饭有机会你们去双连的时候一定吃他的饭，他除了这个菜很软啊，因为小学比较不容易很务实以外，你可以看到他有各式各样的稀饭，各式各样的干饭，不同的汤，最好一样就是有一个煮面，其他米，对对对，就让你煮各种面。我每次去都会煮个不同的汤，因为他你把其他米跟那个肉燥跟什么什么分开来哈，榨菜肉丝什么分开，就可以煮一个很不错的汤跟干面。那那个做什么用？就是让你花掉很多时间，重点还是花掉很多时间。那这些桌椅为什么会这样做？除了轮椅方便以外，其实我们这些是让他可以很容易就排成他们一大排，然后尾牙的时候，他们年夜饭家里的人都来，都可以在这边过。这个拼拼凑凑很多桌椅出来，双连四百多个地方有十几个餐厅，十几个餐厅，就连私自的、连长照的，就有十几个，大餐厅有两个，总共有十几个餐厅。那便利的这些一定要有啊，他们现在更医化，我这个都是比较早，美容理发他们也做的比较不一样，不会让长者这个颈部受伤啊，洗的头发、躺的椅子啊，这些都不一样。那才艺教室你们去看，你们就会发现说哦，都专业级的。那有的是时间啊，就是你那时候在这堂课是老师，在下一堂课你就学生哦。你这个就变得很有弹性啊，很有趣，各种需要的公共空间。那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较特别，就是每一个住家有一个比较凹退的，就是每一个门它有，我们没有让它正对在一起，有一点斜向。对，那每一个人门口他这个坐在那边换鞋子，鞋柜上面他就会摆很多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小孩子的照片呢，方便辨识自己，他要把他的作品绑上来，让你得意哦。那这个就是你怎么样让他自己去布置。那这个厕所哈，其实哦，我们那时候花很多心力，但是我们觉得还不满意。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不满意。我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我这样坐下来，坐到第一期，坐到第三期，我自己还有四五十个要改善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做一个，我们都会去参观别人的，然后去跟蔡先生讨论，然后也还可以做得更好。像这个浴缸哈，这个浴缸就不好，这浴缸太薄了，就是长者坐的，然后要跨进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像我年轻这么有肉，所以他会痛。那我们就希望这个浴缸至少都要15公分，然后坐的，然后转身跨到浴缸里面去。哦，那所有这些完整的机能都会有，唯一就是，为了安全，我们不会给你有瓦斯或天然气这种炒菜。那有一个房间可以，但是这里就是全部是电磁炉，因为安全的关系。那另外有一个像在海边或者是比较北部或山上，我们建议是要有一个后走道，哦，就是让那个空间呢，啊，跟户外是有一层隔绝。因为不小心你就不容易感冒啊什么的。那它有一个中介层的话，它的那个气温是会渐进的，那对长者会比较舒服。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长者长照哈，这是长照。我刚刚讲第一栋它是有安养跟长照，那长照就是像这种有四人房、两人房的、有一人房的，不同的房间。那这个是一个附件的啊，一些需要的特别方，还有介入的意识，介入意识。那通常我们在整个设计，其实我们讲的这些都基本功，还有很多的know-how。那
真的你们要做，我们会义务来告诉你们要怎么做，还有说更专业的那，你到双连你不会闻到有味道，你也不会闻到有药味，也不会有长者的那个味道。他其实是每两天就要帮长者洗一次澡，这是一定要，不然他就一定有味道。那这是复健室，那还有诊疗室，他跟医院怎么整个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长照中心的单人房，然后四人房。四人房其实我们也都有区隔，就是你从一个健康的长者到这里来的时候，如果你像医院那样子，他会受不了，他然后有一段时间，然后其实在这边他还要适应一段时间的，他才愿意。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目前慢慢还在一直做改善跟改进，因为这样子的双人房比医院好一点，但是它私密性是不是还可以更好？我们现在还在想，一个房间进去也好照顾，但是我们希望是两个人不会互相看到，大家都可以看到窗外，所以这些都是慢慢要去做改进。那这个就是双连看到海边的情况，这个就是一个失智中心啊，三期一个教堂跟一个失智中心。这个是失智跟一个刚刚讲的一个研究中心。那讲这个失智哈，各位同学看，就是这个一个失智花园，就是他在某一个时间他开始很焦虑的时候，你就要刚好让他来到这边走一走，他就好了。那我们有一个公共的空间，有一个大的让他出来一个走，这个不会让他走到有死角，他会一直在那边绕，这样。那这个失智的环境里面当然有户外的然后有一些特别的颜色，这个是我们建筑师不喜欢的颜色，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是他们喜欢的颜色。那这个是整个单元式的照护，我刚才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它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让健康的安养的长者住在这里面。这个房间是比较小的比较小，但是成本它比较低。那这个是有一个大家一起可以真正烧菜切菜的那个照护人员在那边做，那这边是让大家一起在那边可以一起参与包水饺啊，做什么打发时间的。那当然旁边就是客餐厅这样。那这些门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可以爬得进去，因为它比较特别，它这些失智的情况还有什么意外，我们都可以从门外面看得到，或可以爬得进去。啊，马桶盖不是弄错，是提醒他要上厕所。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的门是不关的，那还有一些居家的玄关让他记得。这个更重要，这个是双联研发出来，就是那个床可以放下来，就是让那些失智的长者，他睡着以后你要把它放到贴地，因为他半夜醒来他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自己都有曾经出差，然后就是很紧张的情况，半夜醒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你可以想想失智啊，如果他从床上摔下来怎么办，所以让他床贴地这是有很多特别的那还有一些户外，这个户外是一定要的然后有一些让他散步让他心情比较好的，所有的公共空间我们都是无障碍的这些都是无障碍，每一个轮椅都可以到达。然后在像刚刚的接护意识有一个转换的地方，防滑又让大家知道说，这可能有轮椅有推车会出来，要小心。然后没有门槛然后小便斗底下做的有水沟，像这个是户外的，我们也是无障碍的，但是水进来又怎么流出去，都是要花心思去想，把这个设计出来做完以后。那真的就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是当然是一般的扶手木头的，它是上下的，一个是轮椅用，一个是人用的，走路的时候用，这个是水平的，还有电梯我们都开窗，就是它电梯故障的时候长者不会紧张，你可以外面跟他讲话。然后所有都为轮椅去想，眼角这些，这个是我们的专业经理，我们自己也两个小时自己坐轮椅在里面走，实验一下那个。那双连那边他们严格到什么？
每一年有一个每一个员工一年要一天前天坐轮椅上班，做你正常的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坐坐轮椅有什么样的不行方便的地方。这个是最特别的。有一天执行长跟我说，他总来一看他谁给点对，然后醒就顾问，他问我不会没有闲机的啦，我说有吗？我等下你坐点对，坐点对啊，最要有座椅，人家都坐点对，那里面是坐在里面。那这个大家觉得，哎，刚开始他这样想，我那时候觉得刚不可怜，有啊，因为阿公阿妈就会忘记啊，比如说，哎，甲乙丙丁，我们三个人进去，有一个说啊，我忘了带什么，啊，那就回去，那两个人就在里面等哦，真的就坐在里面等他。等他回去拿了东西，然后再来再一起去吃饭，一起干嘛？所以他就要坐在里面，就嘴脸对着你。这个是很有趣，很贴心，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蔡执行长那个人。好，这些就我们的知识就不用了。这个是刚刚讲的那几个教堂，这个我们也做得很贴心的。这个长者摔倒，不会受伤，很软的。那椅子呢，我们也做到它可以挂拐杖挂什么，然后就可以放圣经，然后最重要是垫子，我们的垫子很软，不会像你一般到教会是木头的。那长者因为会尿失禁，所以你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你也不能坐那种沙发的那种，我们只能用那种软垫，然后可以换整垫可以拿下来马上就换。所以要很多用心的地方去想，想这个事。那这个是我们在台中基督教医院做的，还有小明中，他最早是做老人安养，可是后来因为人数不够，开不起来，他们就做青少年的收容中心，现在又开始回来做安养。那这个是一个老房子改的，那平东基督教医院，它是那种。大陆讲烂尾楼，看那房子，然后房子，然后那个董事长跟我说：“本来我给你一栋房子啊，这个房子又长又窄又矮，你把它做成老人院，我们就把它做，怎么把隔间打开来，然后做结构补强，所以其实各种都有，像这种是比较家庭式，像这个是比较属于长照的，护理之家的，啊，那这个是比较失智的，也是一个家庭式，所以你就把。”整个空间怎么打开，阳光进来以后，其实所有的感觉都变了。那现在是这个样子，其他房子是很难。就很快，这个，我们做的那个台大的那个 IE。这个我特别讲一下，就是普里基督教医院921以后。然后找我们做了一个重建大楼，因为他们收容了很多病犯，然后大家捐钱给他。我们这个是像核能电厂那等级的那个医院，医院就是地震来不能受任何损伤。最大的损伤是其实都是这些天花板根基掉下，那我或者是隔间倒下去，砖墙的隔间，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很用心的地方，包括其实我们说的地下室就是以后的停尸间。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去到那十一点，外面上百具的尸体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地下室的停车场做得特别明亮特别好，那不是如果真的再来一次的话，它就是停尸间。然后一楼到二楼很有一些门诊很大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没有用，那个全部墙打开以后全部都气体，就是可以紧急送医疗，每一个就是变成急诊的病床来用。所以我们特别想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再来一次的话，他要变成真正的收容所。就是好，那最后就是讲一下比较天人物我怎么样配合环境，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设计。那最重要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最希望做这种，就是国立台中府一天去10000多个人，后来还是被骂，因为我们那这个其实这个建筑一天只能容纳4000个人，你一天挤到快20000个人，当然品质很差。就在现在好了，现在正常了。好，以上
跟大家分享一些，那如果有